電視牆身方面，我們選用特色的牆紙加框線，令到整個主題更突出，可以劃分出客廳的位置。沙發背的油漆，我們選用綠色，和綠色的櫥櫃連成一線，貫通了整個空間感。在廚房方面，我們改用開放式廚房，采光度在廚房的窗外映入客廳，令到客廳的視線更廣闊、更光明。我們將原本露台納入廁所位置，令到廁所空間更大，用起來更方便、更舒服。主人房，我們用了地台床，變相有更大的收納空間，同埋用了衣櫃間房，為客人用盡每一寸的空間。金牌設計公司一直盡心盡力為客人打造不同風格的設計，無論在設計或施工方面，都追求一定的品質，令到客人更滿意、更有信心地選擇我們。